种用起来还很好的呢，很方便的。这个是三皮带的，三皮带轴承的。你看看一下，升温很快的，升温很快的，很快的。在用的时候嘛，这个可以放下来，对，这样用起来很方便。升温很快。这个是顺往里边倒，这个还有进出。都可以，都是它里边，你看那个火牌啊、哦，火牌是它直接跟桶一样长的，火牌跟桶一样长的，这样烧起来就快。放在中间，哎，对，你要是多了那一圈的那种都没用的呀，对吧？它都空在上面，这样子缠在那里就刚好。烧了。哎，对，不浪费的。那原来那种很浪费的。对，这种应该省气。哎，对，这种很省气的呀。你看那个一圈的可以。对，一圈那种是猛火灶嘛，猛火灶它本身你如果是一圈，另外一圈那不就没有了？像这样子直接对着孔，直接对着桶，那烧就快，对吧？这样很快的，温度上来很快的，嗯，很快的。